人民力量曾经鼓动风潮，占领中环，启发和平占中。十月一号晚，公民抗命，这个是人民力量的光辉历史。十月一号晚，人民力量将会作出最大的准备，怀着最大的斗志，这一晚同我们一起声援和平占中，呼唤良知，亡我一战。